战先生，麻烦您好好管教自己的小侄子。小叔，他欺负海棠，不能让他就这么走了。你还想怎么样？我要你给海棠道歉。好啊。姐姐，你要干什么？你敢打我？这下两边脸都补齐了。抱歉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既然已经道过歉了，叶小姐，我送你回去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应该不会跟小孩子计较，对不对呀？要不小心踩到了。这一凡，他打我，你就这么让他走了？你给我闭嘴！我护着你，你只是想让叶维兰低头罢了。叶维兰，你给我等着！